大家好，咱现在开始呢，做了俩包子了，咱现在有那么块料，咱得做个大包子，就是50的，就算个平包吧。现在这块料呢，应该是老料，咱先把它刮刮，看看方不方嘛的，你把这块料刮刮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块料相当硬的料。这个刨子啊，你必须你得刮方子，你要不刮方子那就不好吃了。这个料基本原先就是方，咱把它走一下啊，就慢慢了，做活了嘛。咱现在开始做这个平包，这个平包呢，多长？50公分吧，50公分呢？咱这个包子，这个口啊，从中稍厚一点才好了。这个包子你也得会选料，这个包子就有俩印儿，搁在底嘛事儿没有。你要如果搁在上头，这签子能赶在箭号，这个签子就怕用不住了。所以说呢，把这块料搁在底下。搁在底下呢，咱现在开始画馅儿。画馅儿呢，这个大包子口啊是有点靠后的，净包子口呢是靠前，是为了擀那包子把。这个呢必须是靠后，这50的中是25，咱在这块儿啊压过来1公分多就行了。那现在开始啊，咱就画趟线啊。这趟线呢还稍后擀，这个口呢是根据包印子的宽窄，这包印子一般都是4个来号，是吧？完事从这边呢，这种大包子净包子立起来点，大包子一挤本来都45，完了接来45，这边呢也发一个45，这包子的厚底啊，就这样了，是吧？完事之后呢，你得把这个厚45从前后头擀这个口，再画一条线。包子的厚口呢，一般的都得照着，2公分左右吧。加一个包子，再加一个包心儿，你都加起来，这个厚度应该就是这口的厚度。这口的厚度呢，应该就得照着2公分，多一点吧。这个度数差不多，是吧？接一趟线，完事之后呢，给这前口呢，这前口多大呢？咱们背尺寸没用。你看我这个包子吧，也是多少年了，这包子脸短，这个脸这是5个，这个呢脸呢咱造了6个，长一点这脸啊不难看，是吧？哎，画一个。现在前面这个脸定下来了，关键是后边这块呢，这个包子这块是挺关键的，有一种高级心的，是嫁做回来的，这种包子是好看，但是不算太好用。要是如果为了干活用，这个机心不能高了，这机心的位置是嘛呢？你比如说在这块画一趟中线，对吧？上一反。
具体繁多少，豹子是一个人一个做法。啊，在这方你掐出来一公分多点，一公分半吧。三千里杆，杆哈四五个米的，这就差不多。这个东西不是说特别准的，在这画一趟线啊。回来之后呢，从这个线绞这个口，在这画一趟线，这个线应该从这块跟那口再画一趟。这个豹子架画法看了吗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画法不行，你看了吗，这个尺寸呢，这个铅口太小是吧，这个铅口太小，你做不了。这个口必须还得上千多，这个口两公分呢，还得最起码得造着两个半，因为这个杆印啊它厚。在这块差不多了，这个线呢再重打一下，打在这块。木匠这东西看看画家冲的线吧，这都不耐事儿。做活这东西不是说哪趟线就必须画的正正好好，你知道哪趟线用，这趟线是用的，给它打个叉，打叉的线是要的啊。这个口这就算完活了，有这么一个角度，这么连管都不用管，没有用是吧。完事之后呢，把豹子把做出来。这个豹子把呀，后根离豹子把一般的好像就是五六个米粒吧，这个东西不说特别准，六个七个呢，哎，咱留这么一块，这是做豹子把。豹子把的宽度呢，我看应该就是两公分，也没有，有你自己乐意做大点了就大点了。这个豹子把必须得把线过期了，啊，你必须得把线过期了，你不过期了，你对着梁，啊，这铅笔不行了，没尖儿。对吧，把这线过来，做豹子是牵做把的，你要不牵做把，你把这里掏出来，这把一打就会要出毛病了。看这把了吗，这把离上口啊是越高越好，因为你把呀是待在这个位置上，你一拳手呢别这底下碰着木头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你就必须高一点，高一点呢上头留出一个合适的量了啊。我看这个量啊就正好。木工这东西哈，没有说这个东西是死教条的啊，就留出那么块量了。先做豹子，想做的豹子先把豹子眼打出来，这个眼呢应该拿我那台钻打，实质上呢也没必要，就这个眼儿，甭看六七公分的眼儿，几招子也就打下来了。我现在拿把斧子，拿把斧子呢，咱先把招子把的眼儿啊打出来。这个眼儿啊，这种东西啊，我下图，眼儿这种东西啊，就不用画双线，一面线就够，是吧？一面线就够，这个底下它不舒坦，对，别滑。再来一个豹子，我得这搁屁股，再找个东西垫着放它，啊，好，底下呢必须落实，啊，现在开始找那个。这个眼儿，这个眼儿招啊，不算很好招。为嘛呢？这个眼儿它深，你本身又是将近四分的招子了，但是带这种深度打是有富裕的，是吧？一下打透那是不行的，啊，
这孩子，因为这个上期我已经讲过这个凿子眼怎么凿嘛，对吧？现在这凿子，现在下去有三公分了吧？实则这眼呢，说不好听的也用不了什么多是多费劲把这眼凿出来。你要从录像看呢，好像那个眼儿，你得录着呢，上用了几分钟，我这就几分钟，这一点是绝对保证的。这一半呢就出来了，但照这边包子这东西也不是说绝对的一个特别准的东西。两公分的眼儿，六多厚，拿凿子要把它打透，你就必须得会用凿子，你不把里头那个闸倒出来，那你就别想了，你就甭想打透它，必须得把闸清透了。看了吗？这个凿子吗？这就透了，现在看了吗？这三个凿这就透了。你要是凿这个眼儿，你要是用点钻的话，是好像比这个快，但是我老饺子他不如这我这准的。看这眼儿吗？这就透了，看了吗？打完了这闸子活的还必须是这样。你照一个这眼儿，对啊，这一个眼儿这么大，两公分，我估计也就是三四分钟凿出来了。这样凿要比点钻打也费不了多大事。说起来的话，有时候你看到吗，用这类似什么机器，你还得戴口罩，你还得做卫生，这个东西它不算很脏啊，那包子能秃噜秃噜的。包子棒这眼打完了，咱开始做这口。包子这东西做熟了，并不是说就在人说的有多大难度似的，就是一口。现在呢，这斧子好不用了。现在这个包硬子呢，把它卸下来，卸下来呢，是为了嘛呢？为了定这个包子这个宽窄儿。这个包子宽窄儿呢，不用尺，要是用尺一量啊，未必准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包硬子搁这儿，两边留出一边宽的缝来，啊，这就差不多。这一边也就是八个米呢，七个米里的，拿铅笔再画一下，这就定下来了。比尺不见得不准，看看这条线儿劲儿，反过来这条线儿劲儿，就画一趟，再反过来这条线儿劲儿。这条线来讲，里口就定死了。给这前头呢画一个点，这个点就是定出千斤的，啊！现在咱在定千斤，这个千斤呢，大留点，完事时候修。看到这个千斤呢，这面呢照着一点二，这面呢也照着一点二。肯定是大，因为你做这个草的时候你就必须让它大点儿，大点儿呢你一会儿好留出量来修。给劲儿勾一趟线，给劲儿勾一趟线，这千斤就出来了。这种线这个口心儿看了吗？这个是个心儿，
从这个心扎起来画一趟直线，反过来再画一趟直线，再反个个再画一趟直线，再反过来再画一趟直线。做这个豹子是先要把这块方空了给它掏走，从这块给它掏出去，那这就开始这种活啊。就是一个手活的活，卖什么活呢？你自己看着，必须得让它顺了。现在这豹子嘛，就开始糟了，糟呢，你得看好了这个，好在哪儿呢？千万别糟过了。这个豹子，我做的豹子是必须要掐的，为嘛呢？你看到吧，这个现在得有多少？得有三公分。这个招在这儿，看了吧，这招在这儿，因为你用不着那么宽的材，看了吧，从这掌中就把这个芯儿呢就给它踢出去。这个芯踢实质上也不是说多难，知道吗？你看啊，这个活就提那么深了。这个呢，咱就不能把这个都提出来，提完之后一点一点修出来，你全录下来了。全录下来之后呢，你上那个视频太费劲，因为它太大了，上传费劲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活呢，咱就得掐一下。我把这槽弄出来，咱再接着看下面能不能拉铅去。这个呢，看到吗？那正理来看啊，这个口这就提的口，这个口有人说什么别大了别小了，这个口是一点点修出来的啊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一个口，这个口跟那个口从这儿为什么打中呢？从这修通下来，把这个活掏出来，拿去一拉，这豹子基本就要差不多了。你不能掏，你要掏，你一掏掏二十分钟，你就录二十分钟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那现在咱停，我把这掏出来，咱再接着录，好吧？这个踢就踢完了，看到吗？豹子就踢成这样，那一拉就行了，现在踢完之后呢？咱得开始拉它，拉它呢，咱加台线上，加台线上呢，看我的锯，我这个锯啊，要是这个东西要拿铁锯拉呀，太费劲。我做了那个锯呢，前面带挂钩的，把这条呢，能把它摘下来，摘下来呢，能把它挂上，从这儿捅进去，再把它挂上，拧上。这个拉要比铁锯那快，不是三倍两倍的事儿。那铁锯它不出活呀，所以说我就做那个锯。这个锯，这样就行了。这样呢，看好了这个口，看好了这个口，这个活啊一定要看好啊。
啊，去挑账。拉完了一梯，这个东西做报的东西，你绝对不能拉过了，你还不能欠，你欠一点儿，你再一会儿再踢，那可就费牛劲了。一定要拉这么好，好，这么这句基本就差不多了。再拉这句，这句呢要在这个口儿上下，后手这个手夹着这个条，一定要它在那个道上，如果不在道上，这个铅就拉完了，这个豹子就歪了。这个句到米后这几句一定要放平，行，这面呢就交了，交了，把这条卸下来。卸下来呢，再倒个从那边插上。在这边来挂上，挂上再拧上。这个要比铁锯快老了，那个铁锯不出活，再说那个条也不行，这个条是个表条的条，应该必须这个条要调正，你要一旦调不正，这条就歪了。这边要贴住这帮，这边贴住口，其实呢，要是拉顺手了，几下就拉透，但是你必须这个得拉出油根来。啊，这就差不多了。行了，把条子卸下来。这个豹子关键呢就在这两句上了，好使用不好使用呢也在这两句上了。你拉好了它就好使唤，你拉不好它就不好使唤。这个东西
虽然说做包子没有嘛，也不是什么多大的难度，但是你要想把它做好了，做的出了花特别顺，应该也是也慢慢的。来看看，酱弄完了，这边还差点，差点一会儿踢吧。现在从这块踢的天津，看到吗？这个天津要下的时候，要不要少下，因为你怕木头有插不对的，看，对，这样呢下出来就不出嘛问题，啊，看看，一条出来了。再卸这么这条，啊，你拉直了，你才能出正条了。你拉不直就不出条，啊，这包子踢完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，啊，就这样。一到这程度，这个包子你就用餐抢了。这一活呢，拉餐墙，因为本身这个边儿已经修的，铲完之后烟印儿，那叫烟印儿呢，把这包叶子搁进去，看了吗？这把叶子上里搁，看了吗？是下不下，下不去。这个把叶子不能搁里，咣啷啷啷啷。接着看，纹丝不动，要一点一点的把这把叶子给它续进去。啊，拿着小铲，你只要拉好了，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多难。看到吧，接着开始上里续，啊，接着续到劲儿了，再抢一下，再续点儿，啊，还是差，继续上里续。这个东西就是吃了那么个口子劲儿，你不能给它修矿了。啊，下到劲儿，下到劲儿呢，这个铲宽度就下不去了，你得从这边拿细铲下，这个铲正好。啊，拿着细铲，从这边再把这叶子带续，这还有一种小点的。这就差不多，咱这包印子呢，上来归归试试，看到吧？归出来的这口啊，几乎就没嘛口。这个口要一定要小，但是太小了也没嘛意思。现在这样呢，就基本差不多。完成之后呢，把这口啊，先拿铲修一下。因为你要不修的话，它一会儿，它回来它秃了，它一炸皮就歪了。因为它什么呢？下边太薄，你这个薄了之后啊，你要如果
这就烤差不多了。里头呢，这千斤没扒，你得把千斤扒出来。扒这千斤呢，它是挺重要的，你得会扒这块啊。这个千斤扒呀，要斜下这个铲，看啊，这铲嘛，斜着下，把这个角踢出来，外边没角了，里边就好踢了。啊，这边呢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斜着下，差不多了，看到吗？俩脚给他踢的几乎说就好像有点烂的糟了，实际上不是烂，是他是准备下去的地界。这个呢是小道具，看到吗？这圆的看着不是，就是说把这道具，从那道具拿这拉一下，这边完活，再拉这边，看啊，这边一个口，这边一个口，这口是八字的，是上面铜的。完事之后呢，这就看你的铲的功夫了。你铲呢，要有根子呢，你就多下点儿；没根子，你就少下点儿。看到吗？这铲从这下，把镜头拉近，看到吗？拉下下，直接就奔那角走，啊。一点一点修，也是那么个活。两铲把它下来也是那么个活，千斤呐，溜的大小是在个人的手法。我溜的千斤呢，反正正你说，我那跟我们师傅学的时候呢，他嫌我溜的千斤大。但是呢，实质上呢，这个千斤大了，真的不算太好。不是说这个大千斤它就不耐坏。全凭眼活。现在呢，这门完了完了，这门那上贴住了，玩这门，在借铲下的时候，一点一点的，也是一样。你这个东西要寻思掏啊，这个东西也你有掏时间老长的，没必要，就积攒的事儿啊。这个包掏完是这样的啊，里头是全是实的，再拿这个刀，再拿这个，看看从里头掏出来。
事儿了，也就差不多了。别看我这蚕样子不好看，这蚕我不说别的，反正一般的蚕顶我的筷子真的不多，我这蚕现在都挂啊，咱也没加镜头也没剪镜头，对吧？看看这个豹子基本来说这口，看了吗？这就完活了，把豹子把配上，把形配上，把包心配上，印子搁里头，慢慢的细得了，一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完活。现在这里头得不能得了，要把包心配上再得了它，看看两边那角啊是哪有不舒服的。想配上包心呢，就得先把豹子把配上。我得有原先的豹子把，咱把它刮一下。我看看宽搞哪儿了啊。差点。再把豹子把窗里头。豹子把这东西啊，记住了，紧绷点越好。如果你这豹子把配的特别松，这个特别干活的时候容易手上起泡，那叫涮手。这个呢，你把它配得紧点啊，它不容易出毛病。而且呢，豹子把是越用越松的，不会越用越紧，一定要慢慢研，知道吗？这把就差不多。对，不能太松，豹子把松了那出毛病。你看这样的豹子把吧，它不晃的，你坐起来它就比较舒坦，是吧？这个呢，一会儿带卸来，带卸来带打进去，带卸来带打进去，这豹子把是松了，绝对不能配松它。完了之后呢，把这形修出来，修完形把包心配上，把包心一上这一踢就差不多了。修这形呢，咱也别弄那玩意儿，咱就大机把这修一下，拿斧子砍了它。这东玩意儿原先呢，都是砍的，砍完拿锤一垒呀，这就完活。用的就是勺了，哪用斧子？说实话，我的斧子也不老很快的啊。把后边呢，一会儿一定要磨一块去。快锯呀，不如钝斧子，看了吧？就这几下吗？你要是错，你得错老半天。这个你要拿球棒刮，它根本就太慢。完活了，看到吗？砍出来就这德行，甭看这样。我呢有个大台钳子啊，夹在大台钳子上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急错。就差不多了，看看，就把它加上。这个用错呀，你不能用那个特别那个细词的错，它就错啊，你很刀子。
菜的，先说一会儿，是吧？人家说拿青包吧，拿嘛青包啊？家里有那个什么角磨机呀，乱七八糟的，那乱七八糟的，哎，也不给事。因为我很少录机器，屋子不大。你回来之后，这种墨子它不怎么飞。这个有几分钟也淌出来了。形状呢，你就自己随便。为了要呢，不能撅点大点呢，出平完了，把里头再踢一下，把包芯配上，包芯的胳膊磨出来，这个就算完活了，啊。看着斧子砍的。大坑小坑的，实际上基本差不多。看啊，这样呢就一点的斧子痕迹没有了，唯独差的呢这面一点也没有了，就是这么差一点。再拿这个锉把这面再撸一下，啊，这边也出来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是根据自己的，如果要是挖点呢，你就多搓点。啊，这地儿呢，现在搓，基本这就是一个新的包子了。配包芯，提夹，提完了之后一刀角，这包子。就算完活了，现在呢，咱把包芯配上，一会儿就出的呢，咱别耽误时间。这不就现在已经成型了吗？咱别耽误时间，咱把这包芯配上，完事之后呢，咱看看，把它刮出花来。在石头那里头也不忙，就是我做了个包芯，
这包芯够厚的吧，你看了吗？下不去啊，下不去的这个包芯儿，有句话，硬木包子圆木芯儿，这包芯儿不能硬，一硬呢把这千斤就给挑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这不能硬，这块木头呢是块脏木，这还带着槽了，但是不耐事儿啊，能进去啊，刮槽这边。这个东西可不能小了，往往那个豹子千斤刀啊，都是它小，它小了呢，它利用的不一样，它顶外皮，这差不多，这样差不多呢，啊，拉上墙上，把它扎进去。蚕呢，用时候千万要小心，别跟手干，啊，一点一点上了烟，不行，还是大，大一点都不行啊。开始干了吗？继续。着了。没戏。煤气的原来是太宽了，哎，这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，也是宽。铲前头一定要没有手，一旦有手啊，就麻烦了。啊，差不很多了，差不很多，外口有点大。不是那种好看的柴就好使唤，那不一个概念啊。这个包芯儿带上了烟烟，基本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你看见印子了吗？芥末出来，芥末还在里头了，证明这印子不正。你把印子调正了，这个豹子呢，再试了试了，基本就问题不大了。我再做点细活，反正意思都得意思。一会儿呢，在那拍一会儿，完活的就完了。这要寻思试了，你那二十分钟等过来上树多麻烦呢。关键上船，我要整个把这豹子做起来也无所谓。就是关键你一上船呢、啊、它太费劲，你船时间多了呢，这个现在大伙都看见了，完就这意思，一会儿再上个杆印儿把它弄好上好就完了。一会儿再排大一锅完活，行吧？看了吗？这豹子呢，包芯儿
印子差不多。现在呢，咱把这外皮做做，拿刮板刮刮，完事之后呢，咱再试试刨子就行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呢是块钢板，啊。第二个啊，刨子要强得多在哪呢？它不抢线。这上呢，你有个铅笔印嘛的，这一面啊，这面呢是那个没线的那面，就一颗线，画那么些线呢，有时候没有嘛用，啊，这个把它刮了。应该这样弄完了，基本来说就不用打磨了。这个把这边来刮了，看看这边是个多线的，还在那画那个线。我都弄完了呢，这个刨子将来要是细打不出来呀，甭看现在这样，现在线呢都没了，这么刨子把上上，刨子把好，我这个它紧是啊，刨子把紧，手就不耐起泡。我再刮它一下，吃肉啊，这个刨子，我也做了，应该不算少。这个刨子应该不准掐花，掐花也不算很大。咱拿这个木头，今儿拿这木头试了多少回了，
咱看看啊，这是头一下这豹子，应该没问题。听清楚了呢，听清楚了，后头啊有点嘟噜，看啊，这个印子后口不严。回来我把这扣扣再拾了拾了，豹子，就这样了。这个豹子哪天我打不打吧？连就是做了这个胆线呐、拆口啊，一块儿回来之后我拾了拾了，回来我再上张照片，上我那网站里头搁张照片，大伙儿来看看。因为你这个打不打吧，怎么也得20分钟，你20分钟你得录那么长时间，上传太费劲。再说这些东西也没有嘛技术含量，就是磨擦磨擦。把这个做完了，那天我再做点什么定型的豹子，什么草豹啊，什么穿的燕尾的，还有这些古二豹啊，应该这些东西差不多我都能做，也是做过。这木匠你手里自己就得有这工具。今儿呢，咱就这样了，下期呢，咱看拍嘛，咱再说，再见。